對 Edgar 有咩感覺？Edgar 的感覺，我對 Edgar 是不可以有感覺的，因為我已經有老婆。不過我覺得他的人是比較斯文啦，同埋有才華嘅。有才華，有氣質，係啊，同埋同我哋一樣咁夜瞓咯，成日 3 AM 先瞓。係。佢好中意作曲，咁所有嘅歌都係自己作，咁覺得佢好叻。斯文女嚟嘅，佢都係斯文嘅，真係。係啊，佢講嘢唔會大聲，好正。而你又覺得佢唔係作狀嗰只咯，因為有啲人咁樣個格咧，例如作。撞出嚟嘅，但係佢唔係。係 Edgar 前輩對我嚟講係我出道以前好中意嘅一位女歌手，一位好有自己個性嘅女歌手嚟嘅。佢成個人都可以 keep 住係一個好 calm、好冷靜嘅狀態去面對所有嘅挑戰。咁你仲希望喺佢演唱會聽到佢唱邊一首歌？It's 3 AM in the morning and I don'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. 3 AM， 梗係 3 AM 啦，梗係 3 AM 啦。佢寫俾我首 Better Me 咯，因為我覺得呢一首係我同好多粉絲其中一首最中意嘅歌曲。只因我迷戀你，噔噔噔。好聽呢首，好聽呢首。我最希望 Edgar 喺佢演唱會度聽到佢唱藥。是哪個藥呢？就是藥果藥水很跳躍地藥我的腳那個藥。有什麼祝福 Edgar 演唱會的說話？好恭喜他，首先可以擁有自己的紅館舞台，希望他一切都順利，加油，我們所有人都會支持他，還有希望他可以真的好像張 poster 那樣一個女神的姿態出現。有很多的歌迷等了很久了，你一定要加油做好自己，我相信一定會非常成功的。希望你可以繼續有多些好的歌給我們聽。我們都很期待可以在舞台下面可以能夠去聽到你所有的作品。繼續努力，我很期待你的演唱會。表演啊，歌星啊，都唔使擔心，係希望佢唔好咁大壓力咯，話曬第一次咯。咁始終我哋都係佢前輩啦。冇錯，佢可以開心學習，加長啦，同埋加油，加長啊 ！Edgar， 犀利，我都估到你會加長噶啦，加長咯，加油啊！熱愛 Edgar 嘅朋友，繼續支持佢，再加長。俾心機做啦，咁啊一定做得好嘅。嗰晚你盡量 enjoy 自己嘅 show。你會特登喺 Eric 翻到嚟香港睇你呢個紅館 show 嘅，就睇你加長嗰場啦。好啊。